我给你半勺再来听车，你没有看出来你是跟着跑啥来跑你这。你个傻逼，那我不得越当越当呀，我去了当啊。你去当去当，你都不看路压黄线的，知不知道？哪压黄线？我哪压黄线呢？下来看看，下来看压黄线了没有？看看，连门口他还挤过卷来的。我跟他压着黄线了，大兄弟，你看看这是线不是？你看看这是黄线不是？你看看这是黄线不是？你们不是傻事啊吗？就压一下，要不算了，要不算了，要不俺爷俩这底子，要不你先压断了，还咱们遇到见见见见见没压断，没压断，这我一我这线从这儿到那怎么线呢？没压断，你给我说说，没压断这线从这儿到那为啥没线呢？这线跑哪了？这都是九门口的线，几万线，你还不承认呢？你还不承认？你摸摸那个上底了？咋的？线了，越能线了。你摸摸那个上，那上底了油还是热来的？你还不给我承认呢？我最看不起的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这样不诚实的人。警察同志啊，其实事情是这样，我刚开着马压着黄线呢，我家有卧病在床的老娘，至少有我弟的儿子还我债呢。你家剩下我一个人的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我掌控了快是都回家了，孩儿该怎么办了？大兄弟啊，像你这号天天搁这给我装可怜的，一天我都能见识了。罚款。交警小弟，叫我走吧。他说是真的啊，老婆赶紧跑了，一家全折腾了。你叫俺走吧。咦，那俩演的还怪像的，那俩你长得怎么样啊？那俩真会演，身世又真可怜，那怎么去参加那浙江卫视的中国梦想秀啊？那俩你长得怎么样啊？不叫罚款，这是给俺都罚款，罚款多少钱？多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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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呀，我们过来了，哥，哥，我们过来了。同志啊，其实事情是这样，我刚开着马压着黄线呢，我家有卧病在床的老娘，至少有我弟的儿子还我债呢。你家剩下我一个人的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我掌控了快是都回家了，孩儿该怎么办了？行，算了算了算了。我给你半勺再来听车，你没有看出来你是跟着跑啥来跑你这。你个傻逼，那我不得越当越当呀，我去了当啊。你去当去当，你都不看路压黄线的，知不知道？哪压黄线？我哪压黄线呢？下来看看，下来看压黄线了没有？看看，连门口他还挤过卷来的，我跟他压着黄线了。大兄弟，你看看这是线不是？你看看这是黄线不是？你看看这是黄线不是？你们不是傻事啊吗？就压一下，要不算了，要不算了，要不俺爷俩这底子，要不你先压断了，还咱们遇到见见见见见没压断，没压断，这我一我这线从这儿到那怎么线呢？没压断，你给我说说，没压断这线从这儿到那为啥没线呢？这线跑哪了？这都是九门口的线，几万线，你还不承认呢？你还不认？你摸摸那个上底了？咋的？线了，越能线了。你摸摸那个上，那上底了油还是热来的？你还不给我承认呢？我最看不起的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这样不诚实的人。